好像是一座空城。传令，后军变前军，撤军。粮草都在城中，为何撤军？诸葛亮在城中设了埋伏。 如此弹丸小城，即使有伏兵也并不多，请都督下令，末将领兵杀进城去。城中伏兵是不多，可城中之外的山上呢？诸葛亮平生谨慎，从不走险。快撤！撤晚了，山中伏兵就杀出来了。撤！快撤！ 撤军！丞相，司马懿退军了。 为何你轻弹一首琴曲，竟能吓退司马懿十几万大军啊？此人深知我平生谨慎，从不行险。见城门四开，我抚琴独奏，他便深信城中必有伏兵。天哪！丞相要是弹错一个音符， 他们就会冲进来，把此城踏为平地啊！司马懿，真乃知音啊！知音，我若是司马懿，就不会退兵。此处不宜久留，速速带上粮草，尽快离开。遵命。